你好，市长你好，台语听得懂吗？啊，台语听得懂吗？会使，会使。哎，请教一下哦，咱3月20号的时候，咱伫议会吼，关于健保的部分，咱有提出一个临时提案。那迄个时阵呢，4月20号的时阵，卫福部有回复吼，讲到即个734号的改税，甲443号的改税，讲社会连带性的关系吼，所以即个行政命令内底，所以探亲345，这是无适合来取消。其中佫有讲到讲，因为即个如果若社会情势变更，会当通盘来检讨。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吼，首先市长，你认为目前的健保敢是100分，完全无问题，无需要改？当然，袂是100分啦。伊啊，目前还袂100分啦，吼啊，几分无要紧，咧，大家人心内标准无共。但是我想要请教一下，因为吼，立法院来做临时提案，那卫福部讲无需要来改，甚至甲我讲，吼啊，咱如果社会情势有变更，咱会当通盘来检讨。请教一下，社会情势变更的标准是啥物？这是安尼啦吼，这大家拢对这项代志拢真重视啦吼。那过去的是对这吼放宽这对象吼，会当来加入健保啊，有无共款的意见？但是因为这牵连着吼，毋是讲家己伫大中国大陆这个部分，也含其他的世界各国咱的侨民住伫遐拢有关系，所以若要处理，应该是做伙处理啦。是，嘿。啊，但是吼。无，你嘛感觉爱处理啊，但是咱的提案，你会当利用即个方式来做伙检讨嘛？因为你甲我讲说社会情势变更，为迄个行政命令到降息，第一总统也无共啊，第二咱的即个面对着疫情的社会关系嘛无共，甚至是讲武汉肺炎爆发的第一时间，咱就是因为着小民事件来产生着社会的对着健保利用对象。诶，一个怀疑嘛，对着行政单位来讲奇怪啊，是安那分路配前分身啊，会当使用咱的健保啊，这若毋是社会情势变更，我毋知影要变更到虾米款的地步，咱才叫做必要。所以敢会当阁甲我研究一下吼、哦？啊，如果你若讲爱有即个社会民意，我毋知影是虾米物件，比立法院内底有16个委员来人数提案的物件，更较有民意。所以嘿，请。这委员关系这个部分是，我认为即马就应该社会情势有咧变更啊啦。是。所以阮即马咧已经嘛开始要做通。哦，所以其实是有咧做，只是你先回一个函讲，哦啊，即马拄咧变更，啊即马嘛拄咧变，拄咧检讨。毋是，毋是这意思啦。嘿，是。即马我要做通盘检讨，就是我拄仔咧讲的，除了吼对中国大陆这边的咱的这亲属间的当来参加健保这个之外，咱从当时要阁解决的吼，爱去考虑到咱过去有一挂台湾人民吼，真早都移民去咧吼欧美各国，但是因即马老人想要倒来。好，市长，你讲的我拢了解啊，但是咱无提遐尼远的物件，我敢若针对探亲345，就是讲开放着即个所谓陆配前婚生以及相关的物件。吼，今仔日毋是针对中国啊，是安那，咱就是甲即个所谓社会连带性。过去无一并检讨的，所以咱的重点毋是讲用啥物文件来认定即个居留权的身份，咱的重点毋是讲到底对一个对象，啊，而且即个人来是毋是适合用伫第6类？第6类内底有无缴税金的，有伫厝里休困的，啊，有可能因兜是董事长夫人，佮做好野的，啊，有的是即个毋知影外国带来的，拄仔咧抚养的，拢全部第6类，啊，好野产假拢伫遮，啊，病60%，我想真的问题是讲啊。内底吼有山也伫内底，海也伫内底，爱甲伊分类，这才是咱要检讨即个第6类健保。所以两个要求嘛，第一，探亲345，这个上远的社会连带性上远的嘛，陆配前婚生的，迄坦白讲也无台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也毋知影台湾甲中国有啥物差别，啊，伊甚至毋知影家己是外国人，伊阁反正家己感觉中国人，出去阁伫遐中国好棒棒的，结果咱嘛要互伊健保，这安尼当然会引起社会无信任啊。对不对？所以除了费用，我知影有足侪问题，包括医疗资源，台湾人家己来浪费的部分，包括着即个认定对象的部分，包括着病院甲医师内底互相无信任，点数也会拍折，有诶无诶，根本问题规大摊。咱今仔日如果若讲社会情势变更的必要，其实即马着当着时嘛，即马着当着时，逐个人拢希望讲根本爱即马开始研究嘛，对不对？即马即。
这在进行中啦。好，安尼麻烦你尽量较早的吼来提出着健保相关案件的通盘检讨。如果连咱我讲吼，健保内底有两卡、两零、两五啊、啊两千啦，啊两零内底一挂中华民国国籍的，感觉唔对啊，中国棒棒，迄大家叫价啊，但是唔敢改，迄就算啦。两千内底有迄、那个。即、这个拘留权的吼，可能勉强搁一挂社会连带关系，迄个已经有够远的物件，你连这都唔敢改，迄一千人唔敢改，你莫甲我讲内底其他的所在，你要安怎大型来改？你要一拳头动全台湾吼，地级嘞、地级嘞，几十万、几百万人，你要安怎去动？所以如果我认为咱提出这个已经，强要是所有内底提案会当影响上侪人的，咱拢唔敢动的话，你安要安怎说服社会去做一个更加重要的健保改革？搁研究看卖好唔好？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